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画画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要用到的东西有白纸一张、保鲜膜，还有颜料。首先，将不同颜色的颜料挤压在白纸上。然后放上保鲜膜。现在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在保鲜膜上面把颜料慢慢的推开。现在我们可以把保鲜膜轻轻的撕开。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作品就完成了。